参与这场台湾民主的庆典，一直是台湾进步的动力。有各位的陪伴，台湾就不会孤单，台湾也是一样，都代表着台湾自由而多元的样貌。台湾在地的农民所栽种的在地的食材，把台湾在地特色发挥出来，这就是台湾，这就是台湾带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。能够得到台湾人民的信任跟托付来领导这个国家，是我最大的荣幸。如果台湾伟大不是因为有我，台湾的好不会轻易被击倒。